兄弟们看几个精品网哈，看一下野顶大力网线纯手工的小蜜眼哈，网眼拉直 1.7-1.8 也就是5分的网眼哈，钓钩高度3.8米，钩身呀，钩身47-50吧左右，一共是42个钩，全网的重量啊 9.5斤-10斤啊，底扣1500眼，上边用的 0.6号线，下边用的 0.8号线啊，看一下啊，42个钩，喜欢的可以联系啊，纯手工的大贵鬼哈。还有两条精品网，野井12边大力马线，网眼拉直啊9公分啊，松4指，钓钩高度5米，这个钓钩高度5米1，全网的重量啊也就是11斤，用的是那个压缩啊，压缩铅坠，冲压铅坠哈，带箭头的，看到吗？冲压铅坠8公分的，看看啊，钩身呀，这一条5米1哈，全网的重量11斤，上边是用的4号线，下边用的5号线，12边的，47个钩，不账板，小手板哈，不账板，这一条是钓钩高度5米9-6米，上边用的4号线，下边用的5号线，这个是54个钩，全网的重量啊13.28斤。看一下大深钩，钩身呀54-55，专门拿大鱼的哈。有喜欢的哈，可以联系一下，都是高端网哈，野顶12边，正帆上子扣的哈。